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，香港女星彭慧中曾在香港小姐选拔中得到第八名的成绩，娇靠身材被封为波神港姐。昨23日她度过29岁生日，好友 PO 出他们大玩人肉三明治的照片，引起粉丝讨论。彭慧中与一同主持节目的林淑敏及宋之琳情同姐妹，林淑敏在 IG 贴出为她庆生的照片，只见宋之琳趴在最底下抱住抱枕当肉垫，受刑彭慧中则躺住被夹在中间，最上面的林淑敏则将彭慧中的弟及美乳当枕头，整个人躺在上面，做出类似下腰的动作，睁大眼睛对镜头摆出俏皮表情。粉丝们看了笑说，你把人家的那个压扁了啦，难度高达10级啊，看起来有一点恐怖。彭慧中翻摄自彭慧中 IG， 彭慧中中与好友庆生。翻摄自林淑敏 IG， 彭慧中拥有火辣身材。翻摄自彭慧中 IG。